你按照这个写，可不可以？啊，你把尺压这边，压横的，压这样子，压在这里。照这个写，照这个啊、哦，好不好？照这个写，好不好？一样大小、哦，没关系，你用量的也没关系，一样大小，看你怎么写。嗯，哎，不是口啊，要吃东西是不是？要不要倒墨汁给你？这里就没有一样，不一样，上来啊，要上来、啊，一点点、啊，不是啊，这里你看这里有这样子，对不对？这里是不是要这样子？嗯，我放手了，你自己用。写错了、啊，第二次就敲口了。这个是什么？哎，这个字是什么字？这个字是什么字？忘记了，是不是？这个字是什么字？这个字什么字？忘记了，这个忘记了，忘记了，叫做陈，安春节的陈。是不是？是姐的。是姐，都不是啊。好，好的啦，不用磨啊。好，在这里，看到了吗？那个是什么？三角，对不对？好，我阿你磕头考哦。好了吗？好了。嗯，觉得对不对？嗯，对啊、哦，这里有连起来，你有没有连起来？啊，这里呢？这里，这里，啊，没有，好、哦。对对哈、这个拿去给老师，很棒，拿去给老师。不是不是，有格的，有格的。你现在写的这一种，对，套子有没有拿来？刚刚那个垫在下面那个套子。哎，对对。啊，去垃圾桶丢掉。要不要？不要，写得很好看，比这个好看，是不是？这个好看还是这个好看？快点啊！自己讲啊！这里的字好看，还是这个字好看？这两个字哪个字好看？这个对，所以要慢慢写。
对，一笔一笔一笔写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哦，不要急，好不好？你现在回家吗？坐三重，坐那个坐捷运比较快。指给后天看，一，怎样写？一啊，二，三，可以吗？可以的啊，好。睡吧，啊？不睡吧，啊？有没有厉害？有厉害，要谢谢谁？谢谢，谢谢李老师。对啊，谢谢吴天干嘛？吴天只会打你而已啊。啊，谢谢李老师。好，不客气。不会说了，不要写了。回去继续把它写了。好，你不会写，你就按照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好。对，这一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这四个字写好。嗯，这两字写好了吗？对对，好，这三个字、四个字把它写好。是啊，那个瓶子里面呢、啊，要去瓶子，顺着那个瓶子那边的手，在那里。